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望视图解说三国杀。那么今天呢，给大家带来一期国战娱乐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欢迎一键三连呐、对吧？那我们来看第一局，张绣太后啊。那么太秀的组合啊，这个已经是喜闻乐见啊，就是啪啪啪，回合外一血哈、大震毒啊，一血大震毒。那么开局这边啊，我们就已经是这里，嘿嘿，直接炸出啊，俩无将啊，瞬间爆炸带走。那、不好意思啊，若开非局你就是这么闯入轻大松局，，so easy 那区哈、区大人意的了性一个命闪都没有，安不好敢意思欺吾？啊，安敢起舞？好了，开局这么激情似火，后面的话就平淡如杀水嘛。敌一敌，可怜其回力保炉再造，变废为维宝。宝顺手拽羊，然后一波大铁锁，姬老师，哎，简单教学一下。然后呢，那边嘿嘿一锁，这个就是全无喽。那至于是全是无，待会儿拉出来看一看。南蛮入侵，那主视角这里肯定出杀了。嘴哥的话，我不出意外，估计要放松一波，哈哈，恭泄喜泄手，火啊，泄泄准火。备放箭。啊，他顺手呢，这边啊，直接是拿到了一个张，草全花都去啊，死黑吧！桃，黑桃，这纯粹为了凑一对儿啊，凑一对儿啊，收了人头的话能凑一，但是你这个收不了啊，收不了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这样，以无魂魄，估计保要毒命了，无一国毒之起地，步价来人两即血呀、退之计，对吧？但可破惜啊，敌没能良带走，策没能带走也。之后呢，我解们忧看看，路哎径，呦。覆戈倒有甲。点危险哦，有点危险，还好有一酒一逃啊，也还好有一酒一逃啊。那哎小呦，子简悬壮，略，喜尴悦尬如哈、父。尴尬，这一毒啊，这一毒啊，队友救回敢来了，有何呵呵，想居威那武，一朝旦廷救之回，平那安，又是一天波下无反难，杀啊，反岂杀，不所以齐的话天，so easy 下？，so 黄 easy。泉路上那么主冷，视角再一次来点赌酒，起自己来，这来时被看点到银对方的子。手牌啊，那这个就借刀杀人，再来一波啊，选择了杀统通啊，杀统通真没意思。啊。最终的话，但是为什么刚才这个没有用火杀，是用的普杀呢？飘摇兮，若人啊，不饮好意之思，魂自己在锁山，上啊，自己在锁上，前程大意了啊，良我上的有点策大意也。了，好吧。那么这一毒也没毒死铁锁啊，也连没毒舟，死，都如很危履险平啊，都很危地。险。那么刚才那边的话是队友，哎，直接可惜了，这老板工资发不出一波啊，闷骚在水里啊，那这下有机会了啊，甄姬这肯定是黄妥泉妥的路上冷，跪掉了来啊，点跪掉酒，了。我觉得啊，来点这边的酒。话可以先杀在援交啊，因为你防止啊，不过还有谁也不是听死话？透了啊，也是死透了，两逃不太可能啊。那么过河拆桥。回炉再造，好，最后变的话，废姬为老师宝。独木你们难会支啊，感这一局受宣到告吗？结束洪荒啊，之力的洪到荒来，之力的力嘞。吃我一计，三天两刃刀，涅槃是乐，能浩忍吗？然兄弟们，大军。来啊，人，这局就这样吧。赐酒。赤酒，不拿死，破后面平再沙，毒死，对没意吧？你思。敢不敢死？黄泉路上冷，一逃都开不往够长的久啊，一平逃都不安。够的。所以这第一局啊，就是我们一个太秀的组合的一个。回合外稳定两血输出啊，当然啊，呵呵这局呢就是打到了开局很爽啊，后面有点悬啊，幸亏有队友托底，刚才啊差点啊栽在林总手里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啊，第二局由子不语啊提供的素材，刚才有没有报 ID 的？哎呀呀呀，有点忘了，好吧。那么这一局的话是我们太后配菜哈，太后吃个菜呗，有酒有菜。嗨起来啊！只怕不过是鸿门宴呐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主视角，身处七号位，身处后卫，两杀足以应付南蛮。三号位直接弃一个南蛮的话，肯定是非位了啊！这个毫无疑问啊，毫无疑问，群雄也不太可能。群雄的话，这个应该是值得放的啊。我觉得啊，最大可能应该来说啊，基本是无将啊，基本是无将。待会儿再看吧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，只是这么先判断，肯定是非位。如果这是魏将的话，那简直打得太干了。若望如果蜀大权啊，我勋，觉得扔掉诛也金，不是那么合理，可以扔安吗？那么一此看看都督，帅哥，哎。当然，主角亮出主将的话，蔡文姬啊，这整体来说现在比较安全，一般人就不会来说剩找人一你朝菜菜的叛徒，啊，对吧？可就在你们中间，满击进于此，一以掷四四方。方。
并忠君之志，万箭齐发发发发，有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。我刚刚啊，那个提交的那个欧皇的一期视频啊，大家说，啊，农民我八年红桃说什么了吗？啊，也很欧啊，也很欧，对吧？那么那边的话，杀一道暗将啊，开了 A O E， 这肯定是非位了啊，不开 A O E， 四号位没有动，五号位那边的话直接进，哦呦，要你三进死，队友啊，对，走好不送啊，完杀了啊，完杀了。哎，可惜了这先驱了，全都阿西吧，这个打得有点玄闹，主持角队友啊，对啊，大丈夫，哦呦，望系锁定技啊，好，主持角啊，这边的话我们来看看，哎，赌一下，哎，驴贩算个啥，嗯，无知小儿竟敢出来，来读，哎呦，危险，危险，啊，也没得，啊，也没得，这个这一局不能像那上一局那样啊，这碰到凉血都敢读，对吧？哪里走？哪里走？啊，那边啊，小胖对吧？所以刚才这种，这个你都不太能想得到他这个不开 A O E 的理由是啥？过往。在悲歌啊，在悲歌。那么这一局的话，进入了一个后期啊，互相打压的阶段啊，互相打压。那么主视角的话，那边啊，队友一波 A O E， 主视角当然是挡掉啊，神仙难救，再来乱舞，直接简化局势，进入跟魏国抗衡局。再读，安敢其无？你救得了一次，躲不过死路呀。对吧？那最后这里啊，主视角打得非常的激进，就是干你，让队友放弃了哈，放弃了，也可以吧，也可以啊。最后的话，直接进入鏖战啊，没逃的情况下，主视角的优势很大啊，优势很大。还望包涵啊，走好不送，嗯，地位不保。好了，这一局啊，那我们前两局的太后局之战啊。太后看的就是啊，毒，嗯，啊，小哥哥喝不喝酒？来一壶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哈，啊。尤其配上张绣这种啊后起之秀，哎，那简直是啊，读出了天际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局，这一局由玩家绿皮七人探身啊，老嫖客提供的素材。主视角的话，身处七号位，驴贩加宁统黄盖上来就是一波干啊，吴国干啊。单曲，啊，来吧，二号位被拆，然后杀到下家，就这样啦，就这样啦，无将嘛，这是三血不卖，两个三血不卖啊，哦，这是队友吗？这是非队友吗？再说啊，知己知彼，然后呢，没了啊，没了。那么主视角看一下，藤甲弃牌，啊，留的可以留装备啊，留装备。藤甲挂起来，前期来说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，至少两男一万比较舒服，对吧？然后再如果碰到大嘴的话，简直啊，那就是啊，收益倍增啊，收益倍增，这应该是废物啊，这两边应该是废物，那非队友的。携手同心，然后主角现在啊，这个先低调，队友在那边啊，非常嗨。长山卢子龙，嘿嘿，刀光剑影，哎呦，这个就可助军威。哎呀，敌人都那这大乔这个打的也太那啥了吧？三号位那刚才那么个打法，这基本是无将哎，你这不管了不管了，对吧？队友看到我们就看呗，看他们全都阿西吧，阿西吧，阿西吧，嗯，来吧，这里的话一逃就起，弓箭手再撸啊，那这种情况下吧，感觉啊，孙笨和大师基本就是我去了，我去了。哎，桃子就起决斗，哎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救的有点勉强啊，勉强。还有个朱碧啊，决斗，嘿嘿，他绝对不敢找孙笨了啊。啊，当然我们看到甲鱼在这边出来之后的话，基本黄盖和孙笨啊，恐怕难活。哎呦，一刀九杀，再来直接完杀，乱舞的话，瞬间压制是吧？貌似群雄战到天时地利，但是我是驴贩呐，我是驴贩加粪桶，饭桶组合让你吃个饱，存一隅方寸之间，对不对？水淹奇军，开源节流。就是这么猛，已经无牌可拆了啊！已经到了无牌可拆的地步。
啊，那大嘴走好不送啊，这个你必须难蛮降他，不然他有个牵绊，你干不住他。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，九搜啊，又是一血啊，瞬间啊，瞬间，那黑锦囊用不了，看一下黄盖。甘宁很尴尬啊，碰到但是可以拆我玄机隔山打牛啊，对了，这个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走好不送啊，甲鱼顿了啊，顿了。所以啊，你前面有多骚啊，后面还、这个悲剧就有多大，好大的一个悲剧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，这局的话震震震震震震震啊，这一局还是由我们玩家绿皮提供的素材。看我一招，上来的话主视角啊就来一波下马威哈、直接群起而攻之，万箭穿心啊，来吧，出不出，出不出，出不出，出出出出啊，那这个天狼加金之人很尴尬啊，桃子就然没了啊，就没了，那这样的话直接啊，当然把魏国砸出来啊，这个是我们所希望的，哎，翻出一桃来不亏啊，不亏，因势利导，是为良计，须得随机应变，他找我们拼点，这拼的什么鬼啊，这不作。好，那么这一局啊，魏国被动启动抱团，但是位置很尴尬，没有联动啊，然后有四个位置啊卡断他们的抱团联动，那这样的话瞬间苟活，哎，比活人有啊，打狗棒法，哎，打狗棒法显灵啊，哼，现在走还来得及，最好的选择，没有，那这样的话瞬间啊，队友一波给力啊，给力，这是给我，啊，是啊，这里没有挖呀呀呀啊，直接是口臭，天蓝加身之人，瞬间没了。那么，啊，说好的这个魏国抱团，一下子转眼间就变成了我们抱团了，啊，我们抱团了。但场上出现了太后这么一个啊定时炸弹，非常的蛋疼，所以的话蜀国啊离胜利还很遥远，而且主视角这里很尴尬的被翻面了啊，被翻面了，失去了一次行动力，这是非常关键的一轮啊，对吧，如果主视角这一波行动能够把局势稳下来啊，蜀国应该来说不成问题，但是现在的话失去了行动，太后在场直接压制吞你，但是为什么刚烈直接弃了刘啊，刚烈直接弃了两桃啊，意为正之正，正意为奇之奇，谁要跟我争宠，彼此相穷循环，哎呀走好啊，那现在的话基本奖费那个点可以放弃了啊，可以放弃了，主视角又一波被乐控住，所以的话刚才啊，就是你虽然抱团啊，但是不能让皇儿地位不保，气势啊，这个趋势上面啊没能把握住，这边主角，没有救了，直接弃掉啊，直接征战沙场，哪有不受伤的刀剑射敌？你觉得张飞你也可以放弃了，张飞开源节流，做法余粮，让他雪耻为快。这为啥还要救呢？铁骑里孤独，还要救，调度开源节。当然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这个救呢，可能这个桃子啊，开源节流，后面要进入鏖战了，可能觉得这个桃子放在那边也是浪费啊。不管怎么想吧，我觉得可以不救呗。救的话，置换了一张牌啊；不救的话，其实换个杀神还蛮划算的。区区尔等小人。安敢欺吾，安敢欺吾，那么范真相组合竟然换掉了，换成女萌，他估计是手里没有防御啊，那不管了，所以想换僵尸吧，答不答应，都不答应啊，挂了啊，挂了，瞬间啊，瞬间，所以该来的还是要来的啊，吉利啊，吉利很猛的，所以这一局的话，螳螂捕蝉啊，这个是明的确啊，明确在后啊，你们都打不过。好，最后的话，我们来进入魏国局，先来看一局这个，其实还看了一局啊，刚投稿的一局，感觉有点欧皇属性，留到下一期出欧皇局吧。那今天就这个不在这里面，还是绿皮啊，我们提供的素材。那么，怪只怪你，我们是 IP 组合啊，皇子。爱啥不好，爱就爱屁，那边下家的话直接啊被砸了一刀，哎呦，以弱
胜强，很尴尬呀。队友这拿了一波 AOE 啊，那曹老板在吸，梦中杀人，这是本王翻了啊，这里翻了这个最不确定性，贾鱼。仿佛兮若青云之碧玉，你们的伎俩。主人角啊，手里两桃啊，这个应该来说还是非常养眼的啊。那看一下那边，洞族先机，洞族先机，剑衣挂起，文田过河拆桥，充盈军资，容我三思，容我三思。一代老啊，哎呀呀呀呀，这一局啊，差一点啊，差一点，不好意思，老子就是有桃子，嗯，就是有桃子，瞬间再一翻，翻太后的意义不大啊，翻太后意义不大。太后这一波什么神操作啊，先驱你也不用完了可就没牌出完牌啊，一波四五然后就跑了啊，跑了，否则啊这里啊很有机会啊，太后这个直接一波的死人，至少我们能收到，然后那边太后有一个，那再来甲鱼的话，嗯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何知取长息，一箭穿心，这为什么不直接掉血呢，宝贝，这个是什么鬼，对不对？快滚，都是猪队友，都是猪队友，这也就应该出天坑了，是你对不对，好的选择啊，傻傻逼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，好好，确实是啊，确实是啊，有时候那他们啊不干我们，我们主视角就是一波突突了太阳的啊，突突了太阳的，大军压境还不卸甲受降，这个时候他已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那这里的话还判了一个啊，这是什么桃子啊，桃子空巢啊，摸桃啊，那边直接保入蜀都啊，乐中了嘛，那直接投降了，脑子被雷踢了，哈哈，被雷踢了，呵呵，哎，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，两个啊，一个掉线，一个那个啊，我觉得这一局其实全雄很能赢的，结果一波尴尬哈，一波尴尬。好，看一下最后一局，转呀转转转，嗯，这是一局。有玩家冷意一个提供的素材上来啊，黄盖就哎，赴汤蹈火，别人吃我吧，来吧，这一局看完之后哎，就提起裤子不认人了，对吧，就看完我还就想干我，这是过分了，过分了，但是啊紧随其后啊就砍下家了啊，没想到吧，你奈我何，来买入侵打一波，那队友的话这边啊就我们配合一波翻面放逐啊，这看来要二打六了吗？但主视角哈，手里神兵在手，呵呵，一刀九杀可以啊，这个至少，哎呀，可惜了。我们上家也秋桃，嘿嘿，这个死的好啊，大小你去强杀他还杀不中啊，就要靠铁锁，啊、就要靠铁锁啊。那么看一下那边啊，直接一波。携手同心顺手，然后呢，黏弩来袭，南蛮入侵就来了。啊，队友这个肯定要买的，最后的仁慈，携手同心，来，我们这裤裆的大气如何呀？如何呀？一大郎，怎么选择先干一下子？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。哎呦！一事破城，何谈前缘啊？这里的话就是基本啊，黏弩一波带，现在走，最后还卖一波血啊，控一下僵尸，在勒布斯鲁贴出去，贴出去没毛病啊，没毛病。死不带去，桃园结义啊，来一波，携手同心，方能解决我军之危机。一事破城，何谈前缘啊？再看，走好不送啊。死人比活人，最后还冰一下队友啊，这是。打了个省略号是打错了，手快了吧？估计那不管了，无所谓哈，无所谓。那那边可以托管了呗。哎呀，三区不过岗啊，三区不过岗。好了，那这一局的话，就我们今天首尾啊，今天首尾，那么就是一个也算都是比较大家平时常见的一些秒赏局吧。好了，那最后的话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，周末愉快。